拿世界第一。现在第一名44分钟搞定第一个，我操！我日！这个老子来个从头到尾计时啊！从头到尾计时，我他妈，哎呀，我都不知道路线。有没有人知道？肯定有这个观众朋友已经完了。哦，到 boss 计时是吧？boss 计时吗？谢谢小胖送的10组六零公棒，谢谢小胖，谢谢。怎么吃药呢？右键是盾。他妈跟黑魂很像啊！我操，这固定视角啊！锁定目标，防御 K。哎，这么猛吗？不是，锁定目标是按几啊？哦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要被杀死了！我操！哎呀，我要被杀死了！哎呦，好屌、哦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不是，这个药怎么吃啊？换呢？他这个技能，哎呀，我日，他这个技能看不懂啊。F 锁定，对吧？哦，我操，老干错，我操，这妈！太狠了，翻滚，我操，吃药算了，妈的，你走吧，受不了了。哎，他这个固定视角吗？都是固定视角啊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他这个老外很多人都想玩，就类似于黑魂嘛。第一个 boss 到了，我操，我都没明白，你把武器给我切换一下，药怎么吃啊？你不说一下？药怎么吃呢？奇怪了，他没有介绍啊，没有介绍啊。使用道具。什么？按 R 键是使用道具。R 键是吧？贪婪，20瓶药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只有7瓶。献祭就出 boss 了。对，它是一关，你损失一点东西。换武器怎么换？
只能固定视角啊。就竟然是放火器。二姐。有标枪这是哦。回响。回响你开 boss 啊。他这个固定视角吗？对，你可以按 F 锁定，锁定那些怪。前往救赎之路，取回祭品。救赎还取回祭品呢？这个是救赎还取回祭品啊？前往救赎，但是只有打 boss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 boss 就这么快就第一个 boss 了。世界第一，44分钟打完第一个 boss 是吧？这个游戏只有 boss， 没有别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在44分钟之内打完之后，我就世界第一。哦 ，OK。圣明巫师，探索生命与死亡奥秘。上古之魔满足他的欲望，不朽的肉体，寄生污秽的灵魂，命运的终点，无名流浪者。他妈，不会吧？是过这个胖子吗？这第一个吗？我不知道他的技能，我在看。我操，他刚才他放了个回旋嘛。道具这个用掉之后涨不涨？不涨了。道具用掉不涨，药也不涨了吗？不涨。那到后面你的药会越变越少。药会越变越少。你的力量。武器的这个伤害都会下降。先慢慢回血啊。诅咒。这什么东西啊！我操，火狐！我操，我丢了，妈的！火狐！
我快把他打死了，我快世界第一了。哎，这毒气怎么走？真的是毒，我操！毒气往圈外走。啊！我摔下去了，我操！这个小虫把我炸下去了。44分钟，现在我过了10分钟了吧？现在过10分，我20分钟，如果20分钟把他杀了，我就世界第一。OK， 我看一下，有排名的，到时候，我看一下，刷新一下列表。不乱动，认真一点。那这游戏对我来说没什么难度。这个球怎么打的，知道吗？把它烧一下。这个球你跑一会儿就没了。山崖，哎呦，怎么？这是七宗罪贪狼嘛？哎，看好了，一波送他死，一波送他死。小心点。
哎，这五个小乌鸦什么意思啊？那个要把它打掉，再诅咒你，诅咒满了你。世界第一了，十几分钟。我是世界第一了吗？十几分钟。成绩，战绩成就，战绩排行，第一个44，第一个44啊。那。44分，我是15分，全球排名636名，搞错了吧？搞错了。